迷之认为觉得三人里面最适合留下来的是曹芳，肯定曹芳，曹芳第二场打那么好、啊、三人里面最适合留下来的是张志阳。恭喜张志阳。我在场上的感觉很真实，然后场下的数据也很真实，在得分上大家都看见了，我得了全场最高的22分，我觉得我的表现跟水平就是强于其他人的，我就是应该从三个人选中我去晋级，一个人肯定是表现最好的那一个人，不是说他以后会很好。曹芳他可能在更多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要建立在团队的基础上，尤其是作为一个后卫，在场上是要给别人制造机会的，而不是只想着自己攻，然后又出现了那么多的误攻，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好好想一想，他应该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打篮球，去打后卫吧。